题啊，我过来开那个店门。一般我们这里是红黄天，街上人多一点，我就赶集的时候过来开下门。平时不赶集的话，这边门都是关着的。这个相当于是半天生意。这个没法子。不敢穿鞋。就是前段时间去成都拿的货啊，基本上都是以毛衣为主的。你这么一天手也不是办法，我觉得。哪那么办嘛？我也不可能天天待在这里，还有其他的事情。我可以找一个其他那个地方收到车。找一个，都没空找哪个啊？我还是想找一个人呢。刘星呢？刘星主要是带娃娃，他娃娃也是老，哎，老是又忍忍了，然后犯季节了，三天两头有点不舒服，有点小感冒的那种。现在之前也是看人手，想早点让他弄娃娃那些，他不会弄到，比较麻烦。哎，那个嘛，三姐。我就是三姐回来了。啊。你给他打电话，你还过来跟他说了。连你一天我有时候妈要带娃娃的心，有时候我在带。你赚啊？你耍？过来耍嘛！我在点点头，点点头，过来嘛。嗯，开过来。三姐之前跟我们一起从广州回来的啊，现在在家里面带小孩，也没有其他的什么事，整个是个好的人选啊。等下过来问一下他愿不愿意啊。峰哥，你觉得我哪次拿的衣服都没用吗？我觉得还是年龄有点偏小，他拿的是我们给人穿的嘞。拿成我们那个。你每次一个种子你要记到嘛，你下次还是一定要记到。但是我就看你地方全是就是这种衣服，比较年轻的，现在都穿得出来，我感觉。你还妈老去穿还敢不敢穿啊？啊？你还妈老去穿还敢不敢穿啊？还可以啊，想想看了。我下次一定记到。广州广东的，然后拿起衣服回来一整理，全是这种。哎 ，Hello。过来了。我说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嘞。啥事？你在屋头现在不是做啥吗？算啊。算啊。你在办公室点点嘛。哎，我真的无聊嘞。我说我是正经的。找点事呗。我也是啊。行，我想想嘛，想想嘛。嗯。我说反正我一天要忙其他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没啥，就赶上上午这里的，其他时间也没事点点，我感觉点点还是每天都要开启嘛。想来想去，想到你了。反正烦没事。嗯。你还说我朋友儿就只有在屋里挂起。嗯。好的嘛。说来就来哦。可以。到时候工资嘛还是。给你算去嘛，工资说工资就结完了嘛，拿娃都不来头，反正一天是我从门儿我就在屋里头挂起。该啷么算啷么算，这是多少的问题，就不要说讲那些。我们三姐在我们心目中一直都是耿直朋友啊，特别爽快她。啊，就那么说了。可以。下场开始嘛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恭喜我们三姐加入，欢迎三姐加入。我平常没得事嘛，就是见他闲处嘛，知道那些多出来的给他捡捡就可以了。还要等你一下，怎么办呢？